亲同胞，大家好，我是中国航天员王亚平，我正在中国空间站内执行为期六个月的飞行任务，非常高兴在太空中与大家共同庆祝我们全球女性的节日。在此，祝愿世界各国的女性同胞们国际妇女节快乐！作为一位女性航天员，我知道，当我在中国空间站仰望舱外的浩瀚星空时，数亿名中国女性同胞也通过我的眼睛仰望着深邃的太空。太空从会因为女性的到来就改变它的环境，降低它的门槛。已经有大量的飞行数据告诉我们，两性在太空中的适应能力和工作能力并无明显差异，我们都可以高标准地完成与男性航天员同样的训练考核。而且女性的很多生理心理特征能在太空中发挥优势，和男性航天员形成互补，这对于成功完成狭小空间长期驻留任务带来的挑战是非常有帮助的。随着航天技术的进步和商业航天的发展，女性参加太空飞行已经变得越来越普遍。希望所有怀揣着太空梦想的女孩守护好自己走向星辰大海的愿景，总有一天在不知不觉中你抬头一看，发现梦想已经触手可及。我相信这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只要我们努力，就一定能触碰到。曾经我梦想着当一名教师，后来我期待着探索太空，却从没想到这两个梦以太空授课的形式同时实现了。我喜欢做一名太空教师，面对着屏幕前包括我女儿在内的可爱的孩子们，用我的授课在他们的心中种下好奇的种子，插上飞翔的翅膀。我会一直坚持自己所热爱的航天事业，用自己的正能量去吸引我们的下一代爱上飞行，爱上航天，激励更多的女性进入科技行业。可以想象，越来越多的女性参与到载人航天飞行任务中，对于今后人类大规模长期探索太空将产生非常重要的意义，将促使我们探索太空的事业蓬勃可持续地发展下去。这也有助于鼓励广大女性勇敢追梦，实现精彩人生。大家可以看到，中国空间站是我们在太空中的家，有很多很多的女性同事们为这个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的付出使我们的太空之家更加安全温馨。各位女性朋友们，尽管我们的国籍、民族、职业各不相同，但全世界的女性都在通过自己的努力使这个世界充满活力，更加和谐温馨。借此机会，我要感谢每一位女性同胞的无私奉献，也祝愿每一位女同胞在自己的星空中为我们所爱的生活和事业采撷最璀璨的星空。